中心的董事长对他能够更够对他更能够发挥，那对整个团体的效率会更好。市长因为他基于哦整个后面施政的理念，对于做局长的位置的调整，他有做过通盘的考量。那市长第一个我要报告说，市长对卓明这四年来的努力跟工作的态度，他是非常肯定。那过程里面呢，就刚讲说基于整个对团队最好的，他是希望说他，比方说他希望卓明能够到都更中心当董事长。那在谈的过程里面，当然会有谈到一些在都发局里面的管理的效率的问题。那我记得我应该这样讲，就是说大巨蛋我在跟他谈的时候是没有谈到这个事，但是国宅的部分我们倒是有谈到，因为国宅后面是重于管理。那因为管理后面就是施工的话是有管理，那周明对于建筑的设计跟他的都审都计，当然就是刚刚讲过，市长是对他是很肯定，说我们认为都更中心的董事长对他能够更够对他更能够发挥，那对整个团体的效益会更好。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说市场要基于做这个考量要调整。